看你们还有谁敢自认少林弟子？我们都是少林弟子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有骨气！你能够走过来站在我面前的话，你想做什么弟子都可以。把他出来！诗雨，小心！住手！ 师兄，小心！师兄，小心！师兄，师兄！啊！ 师爷，抓住我的手柄，放我！抓住我！抓住！师兄，师兄！ 可惜命短了点，那就看谁命短。鬼虎神功，大胆劳犯，休得无礼。 方世玉，我已经不是你的师兄，我是这里的工头，你是牢犯。啊，你这个叛徒！如果你想留住性命的话，就立刻给我回去。原来你也是鹰犬。既然这样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今天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我杀你这个魔头，来吧！那我得见识一下你的鹤海无涯了。 出招了！
错，难得能欣赏到少林寺的虎鹤双形，继续吧。跪下！